大家好，我是 PFI， 今天第二支影片，那就来吧。这次呢，有一位观众跟我说，他有一个速刷流，然后原因是什么呢？诞生原因是因为他都会打到睡着，然后他就想说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把版面都召唤满之后呢，升级都升好之后呢，就挂着。然后呢，这个组合就很神奇的诞生了。不过这个组合是还在演拟中的组合，然后我们就来玩玩看。结果呢，不玩得已，欲玩惊人啊！对，我这个组合要多讲一点话，因为等一下就没什么画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用的组合呢，两边都一模一样，但是需要传说啊，需要传说，对，需要小丑，需要地狱，需要时间、强风跟台风。那我们两边都一样，然后我们爆伤呢都差不多，没有差了100%，就是我800出，他800快900。好，那游戏玩法是什么？非常的简单，真的是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是把版面全部召唤满，然后把时间呢把小丑呢复制时间，那接着呢去升级完所有的骰子，除了小丑以外之后呢，就给它挂到底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一段，然后后面我们直接用加速的冲完这一整段。这个组合真的是有这么一点点浮夸啊，对，应该说不能说浮夸，它的伤害蛮正常的，但是。很轻松，就是你也不用排版，也不用干嘛，然后就是把召唤骰召唤满，升级满，然后就挂，也不能说挂，反正就是一个很稳的一个玩法就对了，你也不用绞尽脑汁干嘛的。然后大概是基本上可以到25，那至于能不能到30呢？还可以，也都是可以的，就是看运气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后面去来看一下呗。好，原本说要用跳的，结果我还是觉得用加速比较适合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好，简单的说呢，到这个地步，大概到20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王是可以很轻松的处理掉的，然后升级的部分也差一点点，也差不多快升级满了。其实这时候地狱也可以放着，不升也无所谓，这个伤害量根本就已经够了。然后这次比较尴尬的事情是因为对方的时间比较多，所以我这边几乎变成主攻，他那边变成是辅助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就是这个组合随便的地方，就不用刻意去干嘛，就是这样。就这样而已，对，真的是一个很轻松，因为有时候用组合打久了真的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只是想把每天5次打完就好，那就用这个组合就好。我觉得啊，当然还有一个组合还不错，就是那个齿轮流，我之后会再放。对，齿轮流是我个人偏爱的组合，然后这个是观众推的组合，这个组合真的是我之前没有想过啊，竟然可以这样子玩。对，因为它不需要搭配光骰就已经有蛮不错的伤害速度了，你看那个速度真的是有点爽啊，看起来。然后现在22关，我们已经全部升到 max 了，就直接跳到30关去看一下吧。一样，我们用加速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了第29关，可以看到那个加速的部分，就是直接怪物秒，怪物本来就杀掉了。对，原来台风跟强风是不需要光骰就可以达到满速的效果。虽然说到底不知道真的是不是满速，还是说其实可以再更上去这样？好吧，来吧，30关看一下能怎样？这感觉很像是不怕30关的王啊，不知道，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过。然后我们的策略一样都是小丑去复制时间，可是很像我们这次这个组合很像没办法，我们的基础爆伤嘛还是什么的问题，伤害虽然说打到一半了，剩下4万，我记得是8万吧一开始，很像不行哦，过不去哦，3万2万没有。没有差这么一点点，没办法，说不给过就是不给过。OK， 很轻松的就到30关了，真的是轻松到一个不可思议啊！好，那因为上一支的距离影片觉得有点短，那我们就再多玩了几局。然后呢，以为这个组合是非常的稳定吗？结果发现，应该叫做无脑，因为稳定的话倒还好，因为有时候也会卡在25关，像这次的情况就会卡在25关。然后我会觉得这次25关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攻击骰不够多，我们的地狱跟时间都还不错，大概就占了一半。我以为这样会更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地狱，而且还有吃到，然后时间双方都有攻击。虽然说没有上一只吃到满这么强，但是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至少两边的伤害都是够的，速度也推得很快。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组合呢，只到25回合，真的是有点奇怪，真的是有点奇怪。好，那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们再补充了一个，就是如果我只升级时间会怎么样？就是我不要升级其他的，我要的是无脑挂机。对，然后结果呢，天不从人愿，这个距离实在是有点可笑。我们两边都升级满了，然后把时间给不是升级满，把召唤满了，然后升级时间，然后就闪了。这个情况大概是在第8回合左右就可以达到的状况。结果呢，我们的最终是卡在了第15关，看来暴风或台风的伤害是暴风，台风跟强风的伤害还是需要。对，他那个王虽然处理掉了，但是我这边的伤害呢，却也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够。
这个组合呢，其实还是得在线上，就是你不能挂真正的挂机，对，只剩最后一只小兵跟一只小王 ，OK， 四五回合，有点尴尬，天哪，有点尴尬，这组合，不过是很无脑啊。但是如果你只要在线上，你就是无脑这样点点点点点就好了，然后30回合或20回合就挂，这样可以下一关，你也不用做任何的想法，不用排骰，不用干嘛，对，很轻松，真的很轻松。OK， 好，那这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 PFY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3、2、1，拜拜。如果什么组合想要跟我分享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话，就在 Discord 里面私下留言给我吧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到这里，另外 Discord 群已经开放了，如果想要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，欢迎进来吧，虽然我不常出现就是了。